我们经常可以在上海的地铁里面看到行乞的人，例如妈妈带着小孩，或者小孩独自出来行乞。例如我们眼前这位老伯，他经常出现在上海二号线的地铁里面，特别是白天的时候。那各位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景象，您的看法是什么呢？